新闻头一条先来关心，最近进入秋冬季节，天气变较大，分享撇生路一间木材工厂就来传出火警，因为工厂内底藏的都是容易着火物件，这火势是窜真紧，远看目拢看到高高的浓烟，消防局是来出动十多台消防车前往抢救，好佳哉这场大火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消防局动用无人机掌握火场的状况。就因为厂房内面都是容易着火的材料，火势在窜真紧，好佳哉伫咧内底工人拢伫咧第一时间就走出来。讲木材啦，木材哦，啊，隔壁做食品工厂的啦，有发火起来。啥物件发火？电线。蛮在都响响蛮无看。哦，啊，你拢日底做工，啊，紧紧出来对吧？系啊。啊，都咩哦？去摕啊，都上班去啊。上班啦，拢日底拢查哦。哎、消防局表示，下晡1:38接到民众报案，分向碧兴路一间木材工厂发生火警，马上出动10多台消防车以及20多名消防员前往抢救。消防队员到场发现，这铁铸工厂已经起火，大火包围。现场是木业工厂跟冷冻工厂的火灾。那我们消防车到达的时候，已经有火舌冒出，而且延烧到隔壁的厂房。那消防局统计，派遣31到50人到现场，那目前还在积极抢救当中。那初步了解是没有人受困。彰化消防局指出，这间木材工厂的大火进行根部任何人员受伤。火有民众，秋冬季节天气较大，容易发生火灾。民众用火用电动的设备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多张新闻，天上云云采访报道。